一口酒吧嗒一口菜，酒足饭饱茶余饭后，欢迎收看《泄密食堂》，听我来跟您聊最骚的历史。我是龙飞飞。前几天我带节目组出去踩点儿，去了趟十三陵，长陵、定陵、永陵、昭陵啊，庆陵、茂陵、德陵、康陵，这些地儿都去过百八十遍了，游人多没啥意思。唯独思陵，也就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陵墓，有点意思，因为这块啊地儿偏人少。 而且前些日子还出了档大事儿，这明楼前啊，放在十五供中的一对烛台被盗了。好家伙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十三陵那可是世界文化遗产，而且天子家的东西，您也敢偷？这不找死吗？还好，警察叔叔很快就破了案。我这次去呢，也是想看看这丢失的烛台有没有被放回那原处。看完了司陵，顺着万西路就往北溜达。 不知不觉啊，就走到了十三陵中隐藏的一处非著名旅游景点儿——万娘坟。这万娘娘是谁呢？她是以什么身份入住只有帝王才能下榻的十三陵呢？另外，这万娘娘跟皇帝当年在一起搞没搞过事情呢？要我说，她啊，是整个明史中非常牛叉的一位大姐姐。 因为他带着比自己小十七岁的皇帝翻云覆雨、颠鸾倒凤，那人生的精彩程度可真的比小说要精彩多了。是你是他，万娘娘真名叫啥？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。后人啊，都管她叫万贞儿。她是干啥职业的呢？她是明代宪宗朱见深的挚爱。 被封为了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皇贵妃。早在他四岁那年，他爹啊，为了日后能飞黄腾达，就托人把这万珍儿送进了宫，成了一名小小的宫女。这从小在宫里生活，挨打挨骂那都是常事儿了。万珍儿啊，苦苦熬了十五年之后，啊、哎，这听着时间挺长的啊，其实那会儿她才十九岁大，呃，终于是混上了一个好差事。 去照顾年仅两岁大的太子朱见深，说白了就是去当奶妈、保姆看孩子。这朱见深后来虽说当了皇帝，但他这皇帝之路走的是相当曲折呀。正是万贞儿刚刚来到他身边的前后啊，北方的瓦剌大军挥师南下，直逼太原，威胁北京城。朱见深的老爹啊，明英宗朱祁镇见势心说了：“好你个北方鞑子！” 竟敢如此嚣张！看老子大明军队怎么收拾你们！于是啊，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，这朱祁镇御驾亲征，带着东拼西凑来的二十万军队（括弧号称五十万人马），直接就杀出了北京城。等到了大同，妈呀，横尸遍野，大明军队被瓦剌摧的是稀里哗啦的。这会儿朱祁镇一看形势不妙啊，于是。 下令立马撤军，您这会儿跑路，您还来得及吗？大明军队在距北京啊二百多里外的怀来附近被瓦剌大军给追了上来，而且还给来了个包圆全歼。这随后的事情大家都听说过，王振等一干朝廷重臣被杀，而皇帝朱祁镇呢被所谓的啊蛮夷鞑子生擒俘虏了。这呀，也就是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。 此时，朱祁镇啊，在北京看家的弟弟朱祁钰趁机坐上了龙椅啊，他心说了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既然哥哥被逮走了，那我这当弟弟的就受累啊，替他当皇上吧。”于是，在朱祁钰上位后，立马就找了个辙，把两岁大的太子朱见深给废了。 此后呢，所有人见到这个废太子朱见深，就跟见了瘟神似的，躲得远远儿的啊。唯有万贞儿对他不离不弃，是小心的呵护照顾他。这呀，让幼年的朱见深第一次体会到了人世间的冷暖。这再往后，废太子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？他还有没有翻身的机会呢？故事当然没有结束。 正所谓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一年之后，瓦剌就把朱见深的亲爹朱祁镇给放了回来。又过了七年，石亨等人发动夺门之变，这英宗复位称帝，一脚就把弟弟朱祁钰给踢下了皇位，软禁于西园。不久之后，朱祁钰挂了。啊，这其中到底是抑郁而死，还是哥哥派人给他下了药？关于老朱家兄弟俩的事儿，咱先搁一边不说。 单说这已经十岁大的朱见深，自然是重见天日，恢复了太子之位。别看岁数不大啊，他这精彩起落的人生啊，可才刚刚开始。另外，多嘴说一句啊，朱祁镇当年被瓦剌掳走以后，在蒙古人那边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是天天跟奴隶一样当苦逼，还是好吃好喝被礼遇有加呢？据史料记载。 这朱祁镇起初在瓦剌险些丧命，不过后来蒙古人没杀他，反而是给他送来了六个蒙古大美妞，而且还死乞白咧的让他当倒插门女婿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关于这段历史啊，特别好玩，而且倍儿神。您要是想深入的了解，可以掏出手机，微信搜索 “Go China”，也就是 “G O Y E China”，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公众号。 进去以后啊，发送“明代皇帝”四个字儿，您就能自动收到推送的文章了。咱节目啊，今天聊的是万珍儿和朱见深，所以咱还得接茬儿，往下慢慢讲。是你是他朱见深重新当上了太子，这又得势了，所以乌央乌央拍马屁的人又多了起来啊！去去去，滚一边去！早干嘛来着？ 当年被废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都避而远之啊！现如今又舔着脸来巴结，晚了。这朱见深啊，不信任任何人的鬼话，但对于那万珍儿啊，他悲惨童年中的救命稻草，汪洋大海中的一块浮木，朱见深是信任有加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他对万珍儿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啊，从最初的感激，逐渐就变成了依赖。 到最后，他竟然就爱上了这位比自己大十七岁的奶妈大姐姐，这种变化很神奇啊，我是不太能理解。从小时候吃奶妈姐姐的奶啊，到后来嗯哈嗯哈哟，这这这这这确实有点乱啊，需要脑洞足够大才能想明白吃奶这事儿是吧？不过啊，俩人的感情呢，最初谁也不知道，算是深宫内的地下情。 因为朱见深想娶万贞儿，可又怕自个儿老爹不同意，这就很为难了。不过还好，转眼间朱见深十八岁了，在他该懂各种人事儿的时候，老爹朱祁镇的身子骨是越来越差，到最后呢，俩眼一闭就挂了。哎，我得插一句，中国流行了近五千年的殉殉葬制度，在英宗朱祁镇的遗诏中被废除了。 咱单说这一点，朱祁镇办的还算灵光，所以总的来说，他还算是一位好皇帝。等他死以后呢，这朱见深作为太子，自然是要登基当了皇帝。既然当了皇帝，那自然就得娶媳妇儿立后啊。小皇帝心说了：“俺就是喜欢那万姐姐啊，就是要娶她当媳妇儿。”我的神啊！俩人相差十七岁不说，这身份可跟那儿摆着呢。 两宫太后和这满朝文武对于这种荒唐事儿，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。没辙，这事儿啊就只能耗着，等耗到了最后，连朱见深都烦了。他说：“行行行啊，退而求其次，万贞儿立为贵妃。那个什么什么吴氏，就是你们给我挑的那个婆娘，就她把她当皇后，就这么着。三十五岁的万贞儿成了朱见深的贵妃，从此走上了历史的舞台。” 虽说是贵妃，可那个什么什么吴皇后啊，跟万贞儿比起来，那简直就是个摆设。朱见深是见天儿的往万贞儿的屋里跑，俩人是如胶似漆，形影不离，还真是六宫粉黛无颜色，君王只爱她一人。后宫的嫔妃都纳了闷儿了，说要说年轻啊，要说姿色，要说啪啪的风骚劲儿，这万贞儿要啥没啥。 怎么皇帝就非喜欢这么个半老徐娘呢？吴皇后很不开心，而且是特别不得劲儿，所以啊，她有事儿没事儿就去找万珍儿的茬儿，轻则谩骂，重的直接上手抡大嘴巴子。这事儿啊，最后被朱见深知道了，于是乎，刚当了一个月的皇后，立马就被废了，被扔到了北海西侧的洋房夹道啊，任其自生自灭。 那块地儿啊，连冷宫都算不上，那是有罪的或者说快病死的宫女待的地方。名字倒是不难听，叫安乐堂。这吴皇后虽然是被废了，但万贞儿呢，依旧与皇后之位的无缘，因为论岁数，她跟太后一边大，所以两位太后是死活不可能同意啊。最终呢，性格温顺的王氏成为了朱见深的新皇后。 您别看王皇后年轻貌美，前挺后撅，而且双腿修长啊，她依旧不是万真人的对手。据史料记载，王皇后和朱见深共同生活了二十三年，但终其身不识性啊，这意思是说俩人同床共枕，顶多也就十来次，平均算下来两年才能睡上一回。由此可见。 尽管朱见深立了新皇后，但是万珍儿才是他龙床上的常客。虽然这万珍儿没当上皇后，但她不是皇后却胜似皇后，在后宫里没人敢惹她，到哪儿都是横着走的。要说朱见深啊，这么宠爱万珍儿，这万娘娘也真是争气，两年以后就生了个大胖小子来，好家伙，给皇上乐的。 当即就允诺说：“这这娃娃以后就是太子了，没跑。”可是呢，老天却跟他们开了个玩笑，这娃娃还没取名字呢，就不幸夭折了。后来啊，俩人是拼了命的造小人、搞生产，却死活就整不出娃娃了。怎么办呢？帝国不能无后啊！皇帝不着急，大臣都替他急了。于是啊，这大学士彭时就劝朱见深说。 这后宫那么多嫔妃呢，您啊随便怼两下，兴许就能播下龙种。可人朱见深一句话就给驳回去了，说内事也朕自主之。呵，朕的天下您可以帮忙管，可老子裤裆里的事儿你管得着吗？这边万贞儿死了孩子又且怀不上，心里正郁闷呢，这听说大臣鼓动皇上去跟别人嘿嘿嘿，顿时就不开心了。 于是啊，经历了丧子之痛的万贞儿性情大变，开始了自己的报复计划。他心说了，自己没有孩子，那别人也甭想有。是是他话说朱见深也不傻，爱情与江山孰轻孰重还是分得清的。这第二年，柏妃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。然而这个男孩两岁大的时候啊，刚刚被册立为太子后。 死神便再次降临了。关于太子的死因，这宫中各种传言直指那万贞儿、万娘娘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朱见深每次临幸这个嫔妃、宫女，都被记录在案。这宫中一旦有女人怀上龙种，都会有人及时的报告给万贵妃。于是啊，那些还没有成型的胎儿就被一杯堕胎药给结束了生命。明史记载的很清楚。 说夜庭欲性有深，饮药伤坠者无数啊！朱见深眼看着自己深爱的女人变成了嗜血的杀手，他倒也没有阻止，他只是啊，选择更多的留宿在其他嫔妃的宫院。而对于那个一般的宫女，只要兴致来了，他也没啥可顾忌的，随时随地随性的锄地垦荒。我估计啊，这朱见深是这么想的，说是,是让他闹吧。 看看俺、啊、的小蝌蚪和他的毒药比起来，谁更厉害？不过啊，这场比赛一比就比了好多年。显然处于下风的朱健身一觉醒来，面对铜镜，叹息道：“老将至而无子，也是。”这会儿的朱健身已经二十九岁了，这白头发都都长出来了。然而啊，膝下连个娃娃都没有，这心里他能不难过吗？正在此时。 伺候皇帝梳头的太监张,张敏跪倒在地，连忙就说道：“这老奴死罪，老奴欺君，万岁以有子也。”啥？我有儿子？这朱见深啊，听完整个人都懵逼了。于是啊，在一旁的这司礼太监怀恩证实说：“皇子前养西内，今已六岁矣，逆不敢闻。”哎呀，这朱见深这下可高兴坏了。 立马就派人去接这从未谋面的儿子。这会儿你们可能要问了：说万贵妃的堕胎药难道有漏网之鱼啊？这孩子的妈她又是谁呢？别着急，且听我慢慢给您道来。这孩儿的妈呀，叫姬妙善。起初呢，就是个下等宫女，但是人聪明，长得也水灵，慢慢的就晋升为了这个管理内廷书库的女官。说白了，就是御书房里伺候皇上读书的。 有一回，朱见深看书看累了啊，他跟咱不一样啊，不会说喝杯茶、抽根烟歇会儿。他老人家看了眼旁边的纪妙善，使了个眼神儿，于是乎就啪啪了起来啊。然后呢，季氏顺理成章的怀了孕，这万贵妃也顺理成章的送来了堕胎药，而朱见深呢，继续顺理成章的保持了沉默。但是这季氏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顺理成章的死去。 其实这也倒不奇怪，咱们现代这个避孕药啊都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有效避孕呢，更何况古代呢？就像我有一哥们儿，孩子都九岁大了，成天的调皮捣蛋，他呢就老抱怨说：“哎，当初花那么多钱买药，还不如花一块钱买个气球管用呢。”后来啊，随着纪氏的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，这万贵妃感觉不对劲了。 可太监张敏死活却说啊，解释说那是一种怪病，能传染人。于是啊，济世啊也被送到了北海西侧的安乐堂。就是在那儿，孩子就降生了。这会儿啊，有个女人加入了这场极度危险的游戏，她就是几年前被废的那位吴皇后，因为在这个孩子身上，她看到了翻身的希望啊。这之后。 就两个未曾绝望的女人一起哺育孩子，在那暗无天日的房间里，这个孩子就这么艰难地生长着。因为这四处啊都布满了万娘娘的眼线，所以呢，连大声的哭泣都成了孩子的奢望。后来，在父子相见的那一天，朱见深抱起孩子就看了又看，流着眼泪说：“像我，像我。呵”这不废话吗？你儿子当然像你了。 这呀，可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佑樘。在历史上，朱佑樘啊是出了名的痴情，一辈子就娶了一个老婆，没有什么妃子、贵人之类的，通通没有，倍儿专一。不过啊，近年来也有人说这朱佑樘其实是个性冷淡，甚至还说、嗯、他是个什么基佬。另外啊，《美国发明大全》记录说，世界上的第一把牙刷就是朱佑樘在1498年发明的。 那么这个明孝宗朱有堂到底是什么路子呢？节目时间不够了，请各位微信搜索 China, “购野 China” 啊，G O Y E China，或者啊，扫射这里的二维码进入节目的官方微信，您发送“明代皇帝”四个字儿，就能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了。是是在儿子得见天日后的一个月，这纪妙善死了，而太监张民也死了。 相信不用猜，大家也都知道这是谁干的。万珍儿那边呢，他心里明白啊，得培养一个新的太子出来，绝对不能让这个孩子继承皇位，否则自己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于是啊，他请求皇帝广选民间女子入宫，为皇家绵延子嗣、开枝散叶。朱见深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我的天哪！ 自己深爱的女人，他竟然想通了，这真是求之不得呀！于是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朱见深一口气生了十四个儿子以及五个女儿。看来啊，不是老朱他的小蝌蚪不行，而是之前万真儿的堕胎药太毒了。不过，朱见深还是依旧深爱着万娘娘的。啊，这万真儿因为脾气不好，在五十九岁的时候，因为殴打宫女用力过猛，一不留神，疼的一下。 就死了。这会儿啊，朱见深正在外头打猎呢。回来之后啊，得到这个消息是悲痛欲绝。他说：“真儿不在人世，我亦命不久矣。”没错，他说到并且做到了。没过几个月的功夫，他还真就因为思念过度而死了，直奔这地下去与万珍儿长相厮守去了。要说这两位，恐怕呀，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姐弟恋了。 其实现如今去万娘坟走一走还是特别有意思的。如果您点儿正，能捡到一块明代的龙纹琉璃瓦，那可真是万幸了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好了，节目最后啊，咱照常发福利。稍等，我手里拿的这是一尊和田玉雕刻的释迦牟尼佛像，哎，我一直呢把它供在办公室的条案上。 因为我本身不信佛、不信道、不信基督教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尊佛像还是有缘人请走比较合适。怎么样？您与佛祖有缘吗？如果有的话，请您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“ y 野 China”，也就是 “g o y e China”，或者直接扫描这儿出现的二维码，进去以后啊，您点击节目福利那个按钮，只需要 “biu” 的一下。 您就知道这尊和田碧玉的佛像怎么能免费请走了？得了，咱呢就聊到这儿吧。我是龙飞飞，泄密食堂，咱下个礼拜新的一期节目不见不散。